今日又晏咗出门口啦。其实六点几醒咗噶啦，因为觉得好攰好眼瞓，所以唔愿出嚟咯。如果唔系为咗拍影片，我一定唔出嚟。开咗每天运动多一些呢一个播放清单，就系要逼自己做多啲运动。琴日去街市买餸，都觉得自己行路嘅步伐系爽快咗啲。今日唔行咁耐啦，阵间去街市买个老黄瓜煲汤，又要洗衫洗被，要换季啊，好多嘢洗啊。八点几已经好晒好热啦，喺呢度做少少伸展运动先。而家最大问题系条腰好痛，已经比未出嚟做运动之前好好多噶啦，但系个尾龙骨嗰度都仲系觉得揦住，拍松下佢先。膊头都好痛噶，而家已经叫做好咗啲啦。最痛嗰时啊，递都递唔高，伸去后边又唔得。做完伸展运动啦，而家行翻个圈，行完圈就去买餸啦。各位记得做多啲运动，增强抵抗力，身体健康啊！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